后来如意找到了我，当时朱颜要去找他的师父石影神官，没有办法照顾我，所以我就跟如意离开了，没想到竟然再也没有见过。苏母，你知道吗？朱颜他是我直系母族的长辈，没想到我们在那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渊源纠缠。我要谢谢他，让你活了下来。这么说，我能够遇见你，我也应该谢谢他。看来朱颜最后还是跟他的挚爱石影葬在了一起。朱颜跟石影，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真的很羡慕他们，可以彼此相伴，生死不离。不孝女儿白银，愧对父王之徒，特来请罪。百年前我踏遍了云皇，唯一不敢来的地方就是这里。我愧对父王，愧对先祖，若不是我心中有愧，百年前跳下井道，触发了祭祀诀，陷入沉睡，这一切的悲剧也都不会发生。如今太子殿下醒来，我必定会让无色城十万空丧子民重见天日。百年前，外有苍流虎视眈眈，内有亲王臣背叛。苍流入侵的原因众多，你不要把责任全揽在一个人身上。如今空海联盟，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得偿所愿的。又见面了，你竟然没有死，看来那个黑袍人确实帮了你。苏母，你不要冲动，他是看准了你在这里的力量最薄弱，才来攻击我们的。宇焕，我们空桑剑圣不会使用这么邪门的阵法，你不配为空桑剑圣，你愧对师父。不要跟我提师父，挡我这厮。Thank you.
费力，水火不容，这火气阵法你越反抗，这火就烧得越烈。要救他，我要他死。你在说什么？他是罪魁祸首啊，姐姐，他害得我们白氏一族家破人亡，害得空桑不见天日，害得我变成废人的鸟灵，不都是因为他吗？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羽幻在那里等我们了？是，但是他答应过我，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羽幻合作的？或者说你早就投靠了苍流？是，我早就投靠苍流了。变成鸟灵之后，我根本飞不出这九夷山，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直到前些日子苍流那边传信给我，他们答应我，只要我杀了苏魔，就可以帮我恢复成人了。你这是与虎谋皮，他们不可信。只要我能恢复成人，杀了苏魔又如何？反正我本来就恨他。你在这里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恢复成人。但是你不要再帮苍流做事了，不要糊涂。姐姐，你别去。想办法救你的。是兔罗吗？如果你们心中有任何不满，或是找我讨要都可以。但是，苏墨他现在伤得很重，他是海皇，你们要救他。一个不在乎我们的海皇。要他又有何用呢？他没有不在乎你们，他也没有弃你们于不顾。等他醒过来，他会跟你们解释清楚的。你很在乎他吗？对，你有办法可以救他吗？如果我能救他，
但是要你的命呢。如果可以救他的话，好，随我来。真没用。谁又能想到我栽在你们姐妹情身上了，若不是你违抗军令执意要救出你姐姐，苏魔又怎会逃脱？你自己没用，杀不了苏魔居然还怪我。智者大人给我的命令是协助你杀了苏魔，不是杀了我姐姐。我已经帮你把人引到这儿，方便你抓捕了。你杀不了苏魔就是你没用。你别忘了，智者说的是除掉苏魔才会让你重新变成人。现在让我失败了，你依旧是这九夷山里没有人要的鸟灵。百年来你心里有你姐姐，但她呢又何曾来看过你一次？苏魔和你之间，她依旧选择的是苏魔。住口！我说的有错吗？苏魔，我要他死！别叫了，别叫了！谁在叫？我怎么不听到？是对我们的惩罚。我舅舅清晨陪伴了空嫂，我靠着他才能活下来。我喜事乍起变成了鸟灵，已经没有资格进到仙王谷，他们在赶我。我先走了，你自生自灭吧。我不能就这样回去。这寒水潭是九夷山里唯一的净水，一定可以压制火伤。当真？嗯。这里有结界，当初白薇所设是为了保护九夷山的净水不被侵染，可是我们吸食了九夷山的弱水，进不去。那我试试。或许他和白薇不一样吧。等等，亲王，是我，左权使言希，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接应真蓝殿下，他们已经进山了。苍流的羽幻和飞莲都已经赶到了九夷山。两个苍流的少将军都来了。羽幻已经进山，飞莲想要调九夷山的守军，可能想要围山。想必他们是得到了消息，来抓我们的。我偷了飞莲的令牌，他一时半会儿调不了兵。那我进去后，你如何？我在这里守着看看。就算有守军来了，我也可以再拖延一下。有劳左军师。
量应该会暖和一点。你醒了，你没事就好。你怎么那么傻，直接把我扔进水潭就好了。你总是滑下去，我担心你。白银，我是鲛人啊。对不起，我一着急就全都忘了。对了，我之前说峭壁光珠不同的次数代表的含义不同，如今我想到了一个。什么？敲四次就是不要推开我。别过来。当时情况太危急，我只能这么做。你答应我。拿到劈天剑之后，我还是想要先找到灵儿。不管怎么样，我不希望他这样活下去，而且我要给父王一个交代。好。他人在哪儿？少将军，我这个天香酒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你找了个遍，你也没找着，你说我怎么知道你要找的人他在哪儿呢？再问你一遍，他在哪儿？少将军，不就是找个人吗？这何苦动刀动枪的呢？再说了，你要让我帮你找，我马上就帮你找了吗？你说的那个人我是真的不认识。在你店里出现的人，你说你不认识？这九义山是个无人管的地界，所以鱼龙混杂，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来来去去，这一走一个过场，我怎么能全都认识呢？少将军，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少将军，你要是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出去找找呢。我想他早就走了，他要是回来我马上通知你。把叶子戳口。嗯。像，但却不是他。海皇归来，明火说的果然不错。海皇，我已经等了你七千年。之前在树林里，你总是欲言又止，是因为白鹰。没错。我怕你像我那个傻哥哥一样，又被白氏女子蒙骗了。傻哥哥，既然你们也是鲛人，为何以这样的形态活在九义山上？这是七千年前的事了。白薇死后，狼干封了碧落海，把我们抓来云荒。为了消解他心里的怒气，他把我们囚禁在这儿，守着白薇的墓。七千年，他封闭了雨露和阳光，我们离水怎么能活？为了能活下去，我们只能吸食这九亿的弱水，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之前我们只能生活在地下，但百年前结界改变，我们才得以在丛中生活。听说
你们以活人为食。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无辜的人，就算是盗宝贼，我们也只是恐吓驱逐。那应该就是传闻有误。之前在林中，你们为何要攻击白鹰？对我似乎也有所不满，如今为何又要救我？他与白薇那个女子不同，他对你是真心的，而你也不像我那个傻哥哥，像这样子，善良却过于心软。你和我哥哥有着一样的眼神。什么眼神？你是因为他化生的吧？是。果然，我们鲛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七千年来，多少痴男怨女因为空桑人而错付，两情相悦大概是这世上最难的事吧。而彼此知晓对方的心意更是难上加难。以前我哥哥跟我说过，如果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天也是欢喜的。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不管眼睛是否闭合，我们都看不到新一天的阳光了。可是他们还小，这些全仙的孩子还有希望能看到新一天的太阳。我一定会带他们重见天日，回归碧落海。海皇，你记住你说的话，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你们要去的坠泪碑。海皇，你一定要取得辟天剑，解救龙神，让那些失去的生命最终得到安宁，让那些无泪的眼睛能够闭合。我以海皇之名，龙神之魂，向你起誓。海皇，我们此生永远追随，绝无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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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我只是想到兔罗他们，有些感慨罢了。白银，我总是猜不透你在想什么。有时候快乐，有时候悲伤，有时候……悲欢离合，都是人之常情。你不用费尽心思猜我在想什么。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了什么而快乐，又是为了什么而悲伤？我希望我们之间只有和，没有离。这世上怎么可能只有和没有离呢？如果只有和的话，父王和灵儿他们也不会离开我，就不会。我已经拜托兔罗他们去寻找白灵，相信他们会找到他的。灵儿她……她始终是你妹妹。谢谢你。白银，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会想念我吗？你们能够活千年，如果有一个人要离开的话，那个人也注定是我。如果你离开，我会一直等你，等你再回来，就像现在这样。苏墨，我也愿意等你，可是我不能。你别再多想了，至少在九嶷山你还要一直在我身边，不能随时离开。因为庭草只剩下一颗了。那你就不要使用禁制术了，我会保护你的。
那就有劳白王保护我了。走吧。这里能感受到结界的气息。百年前，我们六王就是在这里打开五色城的。在这里启动法阵，效果会增加很多。而且灵境台可以直通五色城。当年我们通过灵境台施法打开五色城之后，为了确保安全，就把入口给封了起来，让闯入者有去无回。坠泪碑又叫无字碑，空桑逝去之人的名字都会在这上面。以前总是会有不畏艰险的人来到这里，只为送亲人最后一程。这里为什么只有坠泪碑，没有披天剑呢？这附近一定有机关。开启无色城，才能保住京城的空桑子民。六王，开启无色城的代价，你们可否知晓？知晓，知晓。你们可否愿意？愿意。愿意。那我就开始布阵了。雨分六合，地风六王，六星齐聚。五色城开，自此以后，六王的命运就被刻在同一个命轮上。五色城在打开之时，我们将没想到后面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在我们保住了空桑十万子民，本来想瞒着你的，没想到还是让你看到了。你后悔吗？是后土机只救了我，是他选择了我。我戴上了这个戒指，接受了这个身份，就应该要保护这座城池，应该为五色城里十万空桑子民争取一个苏醒的机会。真希望你是一个自由自在、云游四海的空桑剑圣。我也希望你是那个可以遨游天地的海皇少主。只可惜，我们的选择都是保护想要保护的人。等空桑复苏，全仙回归，我带你离开元皇，好吗？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想珍惜最美好的现在。如果你知道，我或许没有未来了。我怕我美好的现在
也会消失不见。你看这四周，也没有劈天剑的机关，再找找看吧。劈天剑，劈天剑，据说是白薇王后流落权仙之时带过来的。这火会伤到你吗？那也要试试。那你小心。劈天剑出世了！长剑劈天一震乾坤，星辰万古唯我独尊。肯定是因为感受到我是空丧王室才攻击我的。这把剑里面有太多的记忆和煞气，我把它收到龙神印记中压制住了。对了，空丧的历史上有没有讲白薇王后是怎么死的？白薇王后是在困龙渊跟星族王狼干一起封印龙神后因临时衰竭而死。你怎么问这个？没事，有些事情我想探明真相以后再告诉你。没事了。
天阶。报，劈天剑已拔出。你马上去坠裂碑找羽幻少将军，就说我有要事相商。是。苏墨和白鹰在哪里？怎么跑得那么快？还是这里有其他的机关暗门？这是什么结界？余幻少将军，九翼王有请，说是有要事相商。嗯？怎么还不到啊？哎，丽珠姐姐，咱们还要走多久呀？小心啊！我们都在黑不隆冬的甬道里走了好半天了，拐过这条甬道，我们就到了弱水上方，而星尊王陵墓就在这弱水之下。当年星尊王与白薇王后就是在往生之际踏上了这倒流往天际的弱水瀑布。啊，倒流？嗯。哎，你们看你们看，倒流是不是这样？那声，这甬道危险，这样离我近点。哎呀，大叔，我说你真的不能老吃烧烤了，多吃点蔬菜眼睛才会好呀。别动。当心。男生，你在哪儿？离我近点。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谁？清远。殿下，外面怎么样啊？苍流少将军羽幻和飞廉都来了九翼，幸好有妍希在外接洽，护我进来。妍希啊，哎，妍希怎么样？他有没有想我？他有没有变瘦啊？男生啊，男生，让秋元说完。妍希偷走了飞廉的令牌，应该可以拖延一会儿。另外，他说羽幻早已入了九翼。黎珠姑娘，你可有听说过这羽幻在九翼山上啊？黎珠只是奉九翼王之命带殿下前往星尊王陵墓，其他并不知晓。你让我如何信你？殿下不信我，也跟着我走了这么久，不是吗？况且，殿下不也刻意带来了这位，想必是六王之一的亲王吧？当年你并未与你叔父一家投降，而是选择继位亲王，成为献祭的六王之一，赴死救空桑。我作为亲氏一族，甚是敬佩。黎珠姐姐，你怎么知道清源啊？殿下请放心，我们是同路人。
层层海浪堆叠，重复着誓言，却终究消散不见。寥寥几次相见，也难提旧缘，轻叹往事薄如烟。心中的茧，你住在里面，不曾被谁发现。问光阴借一卷，忘不掉的纪念，却不见，却不见，曾以为的缱绻，用十指心血。只为换你一笑的瞬间，舍一生爱一人，又怎计算亏欠，却不愿，却不愿换承诺与抱歉。来生归去，彼时梦魇。